哎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是一种奇怪的这个状态。就像今天我们遇到那个情况，有一位歌手唱他们两位的歌，我就很奇怪，我觉得挺好，但是他们两个就没下，结果我们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冲下去，结果他们最后1分钟，哇，两个人都下来。我说你早下来，用不着我着这个急呀。 是不是考虑很？其实他们俩下来没我们什么事儿了，很明白的。就没选你和娜姐嘞，最后。对，最后结果也是这样，是吧？唱的就是他们俩弄的歌。对，完了他们俩不下来。对，但那时候我已经忽略了是不是那个 Eason 唱的杰伦的歌，因为他的确是唱的有自己的特色，像自己的歌，不像他们的，所以我就很冲动。他有一种感染力。所以我们也在磨合，对。 都在熟悉彼此的套路呗。这套路，欢哥现在套路还没拿出来。哦，对，我没套路，无招胜有招。没有套路就浑身都是套路，我这浑身都像套路。